佛像啊，哦，观世音菩萨的像，被梅吉台风啊，1005年，2016年梅吉台风啊，把它吹倒的了。那个，你看，那个钢筋太短了，钢筋太短了，钢筋应该至少观世音菩萨像的一半以上啊，一半以上，钢筋应该要再焊接长一点，然后用吊车吊放上去这样。不过那个头部已经受损了，头部受损，用那个铁线哦，把它做那个形，不然会凹下去，会掉下去，没有办法连了。